记者许逸群，台北报道。精通众多武术，热爱运动的功夫男模班杰日前录制民视武力拳开第八季明星舞王舞后争霸赛，化身成帅气酒保，以诙谐活泼的街舞赢得全场芳心。表演结束后，班杰表示，以前练功夫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越练反而越多运动伤害，但是现在练国标舞，却发现自己好像是在做自健。班杰化身帅气酒保。图，民视提供。班杰表示，因为以前打拳需要把背拱起来保护下巴，所以容易驼背，但国标舞讲求身体要挺直，所以他慢慢的改善了驼背的状况。他还说，功夫里面因为后脚要扎根，所以脚踝不太需要出力，导致他的脚踝没有力量，走路很容易扭到脚，而且脚内八问题也被国标治好了。班杰自嘲跳国标顺便自健。图，民视提供。不过班杰现在走路反而有点外八。放幽默的主持人吉诺开玩笑的说，那这样你会不会变得混乱啊？以后打拳的时候内外八会开始分不清楚。说完还一边扭动身体搞笑示范，逗得全场哈哈大笑。